为你守候，就让爱的最美在2012。啊，谢谢来了，谢谢文件条，我就是，再问一个，你有参加这届的微博选，无去拜票，刷到来这做义工，是啥物款的原因，让你安尼做？你敢有啥物感想无？虽然讲我是今麦立委候选人啦，啊，我来这做义工，可能会外口人认为我是来这作秀，啊，不过其实我是想要趁这机会哦，抛砖引玉，啊，让大家来做伙参加关怀社会活动。啊，就算最后不管我会选会掉选未掉，我拢会继续把这个活动办落去。你大嫂这届冇出来选，请问你敢有啥物话要对你大嫂讲？歹势啦，多谢各位记者朋友的关心，啊，我今日是来做义工的，所以大家唔免阁一直捧问我啦。爱当加写一寡遮老大人的心声，哦，多谢。歹势啦，歹势。是啦，歹势。各位记者朋友，那是继续帮落去哦，会叫到其他的人，咱遮啥？是没？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拢阿爸大家讨论刷落来心存，啊，我中昼就无看迄人，转来嘛拢唔讲话。啊，你目眶内红红肿肿啊，你拄好哭了？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那有什么代志啊？我无啦，我去电话。好，快去！快去！阿伯，顺利哦，免惊。我出来外口吼，我倒走行吼。姐姐，阿伯听阿妈，不去安全所在，我可以顺顺看看。好，顺利，来个顺利耶！我知啦。好，别怕惊。陈先生。啊，你当时来，你嘛来斗相共哦。我搁去后壁来帮秘书看麦，看敢搁有其他提供保安备头人。你留我处理长嘴，不应该啦！你想这人好算人呢？刚才讲，拄在楼顶什么所在有巡队，什么所在无，我较清楚，我来去就好啦。放心。你想我卖相信这位小姐讲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你讲。
消息。相对已经到了，有一挂代志也是交代有专业人士来处理更好。来，民风先生，微信来照吼。谢谢张先生。我跟孙看起来冷冰冰，不过人个袂歹，对我是美。以前多谢你无告诉我的过去，多谢你。这哦，是拄只出来小滚滚上新的面条啦，亚弟，你的面条哦，总算爬起来了呢。虽然讲哦，差你少要一截啦，不过我相信，伊新的面条得爬速度哦，比亚贵人说哦是早晚代志啦。是啊，面条上阵是咱前进的动力。Yeah! 一定是老人院的紧急新闻，引起酸民讨论甲认同，对你的形象有加分。你讲，咱家继续发病，一定让亚弟胜利。姐，你甲看哦，阮立祥哦，即卖身世哦，穿个也袂调啦。早晚哦，一定会甲迄个彭爱妃割掉做回了。选择立祥，台湾立祥。一波一卡印，立祥形象信息，搁去卡打实地，说明叫有期待。我相信结果会越来越好哦。Yes， 那安尼哦，乘胜追击，平安哦，搁做一个造势晚会 ，OK？ OK。其实郭阿姨，你头前也真济啦，啊，哎，谢谢，去提饮料。好。好谢谢你啊。Thank you。谢谢。啊，既然今仔大家拢伫遮，我想要请大家替我做一个见证。师妹，多谢你对我这么好，所以我绝对袂辜负你。等选举一结束，我马上就甲你带入门。哦是没求婚啊呢，人讲哦，娶妻要娶贤，啊，不过阮这师妹吼有贤啊有才，而且人讲有够水的啦，哎，伊哦那是做咱的新妇，以后咱两个人哦，逐天都只要互华互夫，逐天耍啊，所有代志哦，拢交予伊去无用就好啊。李翔，有世美这个新妇给你斗三工，你一定会越来越好。那呢，我得先恭喜你，恭喜美娘嘛。好 ，Thank you。李翔，你敢真正拍算要娶世美？有的代志哦，应该先考虑清楚，啊，那不后悔就袂好啊。你敢真正打算要娶世美？有的代志哦，应该先考虑清楚，啊，那不后悔就袂好啊。爱妃，选举还选举，你那就第一世美私底下做人身攻击。妈，我只是希望你下来当考虑较久才呢，看无歹意，只是实话实讲。干嘛呢？啊？哎呦，你对照子呢？那是阮世美吼，是一个贤妻淑德、较好的优秀媳妇候选人。那安尼哦，你就是娶到歹媳妇哦，艰苦一世人的代言人哦。嗯，来，
这小妈，啊，你敢真正确定讲世美是好媳妇的人选？不意外，我知你即马心情一直真紧张，因为你现在民调真大进步，所以就想讲来遮找我的麻烦，就当搞黑家就是。嫂，世美讲的无唔对，阮会将家己脚步行。我相信选民的目睭，我拢看得足清楚。我嘛会为着我答应你的约束，继续拍拼。所以请你卖过来再甲我泼冷水，安尼干阿会我继续看袂起你。李霞，刘顺公要做营养，目睭嘛爱配好见。李家顺公，你即马求的是一个美人，阿爸不敌，你换你求的是一个五叶叉，是搞啥？是午夜叉，暗时拢唔困哦，走去妖怪查甫人啊！阮家哦，变做一个绿光森林。莫为着人讲怎一句话，就在遐生气。爱妃，你无需要用这种心理战术。我是看在咱个一家人的面子上，我希望你甲李翔会当虽然嫁别，够凭本事，莫咧卡袂着了，走来只呛声。应用着理想的选择。嗯哼，妈，你真正误会我，我只是爱理想，想好清楚，看好清楚呢。吓，啊不安尼啦，因按理想的造势晚会，我会去替伊徛台，替伊讲好话，安尼好无？徛台？啊，你来徛什么台？啊，把阮理想的场当作是马戏团 circus 啊？你要表演啥？猴子打鼓，啊是猴子跳火圈，呜呼，啊是猴子发情球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卖得假好水，阮无需要你啦。哦，我知啦，你是看阮理想的身世哦，今麦真好，你想要来吸金抢选票吗？来，小马。现在真正是好心好意见，你唔紧就是我好意，不要紧啦。阿哥该我的手，我一定做得到。因啊，你想要造势晚会，我用数年的辛苦再来一回到底。我相信你来放在这不了后，一定会感谢我的。阿那三弟，就像小妈所讲的，各凭本事。四妹，过来，我告诉你，看，你明天会唱多给。哦。这更没落呀。更没落，我都要看。那我来看多看，你是看得知影啊。哦，看对啦。啊，我知。你看，这纸箱啊，甲白水的纸箱哦，差不多大。我看飞起安尼啦，啊，这箱哦，甲这大门走的较早的。啊！你四妹看袂到啊！吼！哦，你啊，你足气味咧！啊，你把这个搁遮。哦。啊，你看袂出来啦！好，谢谢阿亮，多谢恁嘞。老婆，我一人根本都无法度完成。哦。讲啥物话？你甲四妹姐为时再个等落来，这一路行过来，我一看我就清楚哟。我那个嘛是你的爱情见证人呐、啊，客气下啦。是讲你的人啊，终于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就叫做替你欢喜耶。哎呀，而且哦，那四妹啊，对你安尼搁一路相听，啊，有你代志啊，尽心尽力。嗯。兄弟，你今日也无去台顶哦，哎，我表现呢，小宝哦，我四妹安尼感动啊，目屎流，目屎掉，你老公爱你，我愿意。小明，我愿意啊。啊，可是。无啦，我是讲要求天公不要卖个落花啦。系啊，系啦，阿你哦，咱下面咧即做市场咧人去哦，唔只阿你吃点骨。对啊。嘿，外口陪场是来这多人的呢，恁够有时间直接讲这有诶无？够唔够搬水去人哩？哎，较实在啦。
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你早等我包这红你冇？你是咧创啥啦？想啥变面色嘛？无啦，阿亮，紧搬水出去。水啊，我来。好。无啦，我替你搬。两手有够啦，好啦，咱先出来，行。啊，只好先整理好啊。我整理就好啦，恁继续去哦，继续去。不敢出来，不敢。哇，阿个弟弟啊！我在看，我只是个大牛，觉得浪漫的场面，我的心都跑出来了。你是你靠死哦哟哈！拄做个不是你，你是干中啥啦？那以后别想跟经理这样。大大，黄立翔，多帅！黄立翔，多帅！啊，今日足感谢哦，好乡亲，大家好哦。啊，咱即马农会理事长吼，罗月丽女士，啊，搁有咱候选人啊，方立翔上美丽的妈妈，拢来到咱现场啊，啊，请大家拍拍鼓励一下，欢迎进来哦。我这家有什么事干啥？你想可能还有责任吗？
为你想好啦，我无听着，等下恁若为着即马即个安排多，搞好势哩。李霞，你拄才在讲，我一个成功男性，会啊，一定有一份伟大的成就。假设讲拄着的是温柔、端庄的女性，安尼就是伊好去。是拄到心花恶妒的人，嫂啊，你到底是想要讲啥？拜托去啦，我今日来上主要的就是为着你的前途，跟你未来有设想啊。静儿，阿是佩仪来，伊到底是要舞到是怎啦？虽然我即摆唔知啦，连我看起啊，应该有啥物恶意通看。多谢你的关心，国外的事我自己处理，无需要你插手。李霞，你啊，就是这样老实，这样标准啦。我得讲求婚，连咱的家庭背景什么都唔知，甚至连名都叫唔对。啊，求婚求到这样无诚意，何况人会求赌啊？你讲对吧？佩文，你选嫁人不是我。请你别利用我的事来影响理想前景。嗯，我知道，用手机当作招来引蛇出洞。嫂啊，你愈讲愈超过咧，你讲啥是蛇？就是徛在你边仔这个啊，伊唔那是蛇，你阁是全世界上解毒的蛇。佩文，今日是李翔的造势晚会，你无受到邀请，就不应该去台。阿梁轩轩，请你卡细点，甲佩一文请去阳台。嗯，是。哎，等等，我讲一个重点就好。其实今日我特别邀请一位神秘嘉宾，要来跟老总干事见面。这位神秘嘉宾，只要听到老总干事的名。对去甲家己出去，伊还阁讲过，伊讲伊这世人上解万分的人，就是你。当然啦，伊讲的是你原本的名，不是阿来改的。跟阮彭爱妃从阴气出来，想要做伊的嘴，将我过去的代志演扬出来，利用我来打击你想。阿弟弟啊，那比较是顺顺啊。这轻轻还是不爱。基本的造势活动对理想来讲真重要，绝对袂当因为我，因为彭爱妃出这款恶步就去害着伊。天心都不会那幸福了，对不？你是不是只贪求这款的情形，我立刻就想开。李天心，那啥子天心的代志啊？高音，快点啦！我刚亮唔掉啊，又一点天心小姐是该给关了去。昨晚被熊领了，那夜里要跟我爬。师妹，嫂啊，你到底想我没讲啥？杨总，你跟我小心我的安危，莫去小心家己阿嫂。你不是好了，我来给你问。家门，你的本名刚真正叫做刘世梅。别讲了，姐，你刘世美是我，你别讲了啦。这样想想啦，讲不
出来，或者是你敢讲，不要紧的，我替你讲。高一，叶本名叫做咩？我跟你讲，我这样回来干。
一份大礼啊！哇，这还什么情形啊？要表演魔术呢？这帅哥，你讲了无唔对，阮就是要变魔术。听讲哦，电脑会不妥当，想袂到这个电脑变魔术了。对啊，真正是真笑的。王爱妃，你根本就无冷静哦！你搁刚第一只空嘴报纸，你最好赶紧来回家。也是。本来李天心是要请新来啦，也毋过伊受到刘世美受大的伤害，佮即马佮有创伤压力症候群。不敌的情形下，只好得打眼皮。内底的本人来指控刘世美哦。慢。天心
就是让刘世美害他跋山。我想起后来，伊人在前年时有偌艰苦，你嘛拢有同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今仔日佫加上李天心的证词，你应该知影，我绝对不是咧玩弄刘世美。心肝恶毒的查某，第一害别人了后，佫走来阮本家，参阮李湘两个做伙，伊是为着啥？真简单，为着阮本家的地位，佮阮本家的势力。假使若不是我及时查出伊的背景，拆破伊的假面具，恐怕佫无外久，阮本家就要参照长仁集团共款，恢复佮龙家线体。我唔对。我过去确实做唔到代志，但讲我已经后悔，我嘛已经真心悔改啊！你想到要来断我的路，敢讲我一世人嘛做唔到代志，我就永远袂当还心。我啥做袂对我这里无公平，啥做？敢讲，我七世人捌做唔到代志，我就永远袂当还心。谁做袂对我这里无公平？谁做？给告人，咱要悔改。我问你啊，之前你跟我李湘讲，讲你的过去，无？你干嘛骗你？不可能，你想一去看破你的真面目，无可能会接近你。这个消息出，从今以后，你若想要伤害阮本家所有的人，我绝对跟你到底。各位乡亲士大，这个恶毒的查某，把咱大家背叛人老世啦，也不是阮理想。
啊？卖关灵啊，都是王堂啊啦，代志严重啊啦，啥代志严重啊？你拄仔无看迄媒体，一上够摄影机，卖你哦，这段影片哦，特别是播出到我看，那是天星亮哦，引起卖两个，甚至咱两个，卖两个，所以哦，帮你想办法解决啦。好，好，爱国电脑同你聊下这个代志。对对对，那行啦。停走了了，咱一个停头啊一工的，煞去啊！啊，咱搁留咧这是要扫涂骹，大家拢辛苦，大钱吃宵夜，你看。是方立翔，走算的是刘世美，所以有人动作剑拔，想要鬼心不转凶啦，实在是有够衰啦！哦，你个彭爱妃哦，实在有够讨厌呢，伊那是选调哦，实在哦，真正就无天理的啦！对啦对啦对啦，你讲啥啦？你是捌一铺好啊？选举为着要赢，什么款抹黑的手段拢有啦。重点是这刘世美较早做的歹代，去让人落掉，啊，无怪人要甲吐出来啊！我看这刘世美啊，拜拜行的路困难啊！大爱，迄个方立翔因为老细伯的代志受到真大的打击，我咧甲想啊，这哦唔但会影响到伊两个人的感情，嘛影响到方立翔伊的选票。唉，唔知这条选举，伊敢要较劲的落去？哎，哇，你的计步成都行出来啊！啊，因代志唔是你一边啊烦恼就会刷，对不？这靠因的政治地位。啊，这个路因若行下落，也是行袂落去。哎，小姐，弄着人要回信了。我咧跟你讲话，你有听到无？拍了拍蛋嘞，我来给他吵到。水果牛啊，叫你跟哥哥这位出一声，哥哥得挽留你，好不好？来。你等一下，你给我反悔！你来了，你少爷，你给我反悔了！来了。是老细咪，哎，今仔我要甲你起舞呢。你说啥？
卖休啊啦，你走遐远啊？你唔着紧来看刘世美有要紧啊无？康水那是无赶紧处理好势，可能就会造成动物性组织炎，安尼就害啊啦。小丽，你好紧无？阿不好安尼好啊，阮可以哦带你去病院处理康水好无？老小丽啊，我是可以跟你斗三工呢。啊，好歹你嘛出一下声咧，安尼有一点没礼貌哦。大安，我想哦，应该是受真大打击。不过哦，伊这工作都紧处理嘛，就是。就是，以前哦，快快的，结账的。哦。我无输呀！我今晚无输你，你同我斗三工，我斗输你，斗三工。我买过考虑你弄这个狼，所以我还希望被你管，被你管，你上啦，这个，咱也唔知伊到底多啊，总袂用咧家留伫遮。大，我是感觉，就算即摆甲送去放假，你嘛不可以收伊啊，好贵啊。昨天咱个厂先家要康水处理你个，当然清楚这个情况。这嘛是无办法，内底唯一的办法啦。小帅，去个车拄过来。